三重小巨蛋现在推出赏艺三重艺术飨宴，展出内容包含有十位在各领域艺术大师的精彩创作，包括像是毛笔、书画、石雕、陶艺等，可以说是相当难得的展览，观众朋友可别错过了这一次的展出。陈耀文的制笔工艺，朱振南的书画创作，陈天启及邱崇义的胶纸陶，李国清的陶艺作品，庄荣英的石雕艺术，陈国栋的各式篆刻，连胜燕及连瑞芬的书画，以及陈嘉德的手工制墨，十位大师的精彩作品，现在来三重小巨蛋就看得到。今年呢，我们这些把再次把这些三重的艺术家重新邀请他们来，很盛大的在这里展出，希望让三重的乡亲能够来重温过去艺术这样的飨宴。三重其实富含深厚的艺文底蕴，这次公所以及建设工邀请各领域的艺术大师一同展出，除了让艺术家可以观摩交流，也希望起到传承的作用。艺术啊，我们今天所展出的艺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艺术啊，这里面除了书画、国画，还有其他的啊，那这样像这些啊，雕纸陶了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传统文化。那么这些传统文化呢，一定要继续的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。主办单位更商请了制笔大师陈耀文，提供三个制作胎毛笔的名额，有兴趣的家长要赶快到县社工的脸书粉丝团留言报名。我们征求三个名额，那这三个名额额满为止，然后请他在10月4号早上10点带这个小朋友到我们小巨蛋这个地方来剃头，剃完头以后呢，请我们陈老师帮他做胎毛笔，那在闭幕典礼的时候来亲自由陈老师来送给这个家长。正因为过去三重是外地人落脚的首选，因此也让各地方的艺术及工艺在此生根，而这次的展览呈现丰富多元的艺术特质，也让大家看到三重的风华。记者沈仲林景于三重采访报道。